再教你一招。想要进城，多少也要意思。
年轻的修士，去参加入学测试吧。技巧如何？护卫，给我将此人拿下。天命之子终于出现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等下本小姐要他们好看。修行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，命盘是我的，我的。没错，我需要的就是这种力量。命盘是对抗混沌的关键，你要好好保管。少侠天资聪颖，随我前去地星吧。照顾好菲菲，她是个可怜的孩子。我的传承可是独一无二的。我的传承可是独一无二的。得到灵兽的认可，或许会有意外收获。